巨无霸谢了，第一次吃，好开心。太香，吓我！烫发八爪鱼，这个是我老公没煮熟的那个，火鸡料，啊，煮熟的好吃。双爆，么吃，祝大家端午节安康，来两个小粽子，叫粽子，天，话都不会说。芥末味儿的。粽子。一口的事全是高。虾一定要把虾线去掉，太美。